这个，一颗就好。那今天就不出门了。嗯，好啊。所以你要拍照。拍什么照？你要拍照。我昨天不是说不用了。还需要什么？青椒。八三啦，转包八三。哦对，八三。不要，买一个这个，一颗就好。因为冰箱还有一颗。小黄吗？好啊。但不要啊，因为我们这样提回家，轻轻狂狂。但是应该是昨天，但是我们今天是晚上。什么昨天今天？他这应该不是现在。这两个，拿100块。好。这样就好吗？对。这样一零六一零五可以吗？105。我去都可以现吃了。这冰冷藏可以放多久？建议冰冷冻，因为你除非你冰冷藏是你隔天要煮。哎，你的隔天没有煮都会冰冷冻。冷冻，对，好，冷冻大概多少？冷冻可以一个月。一个月。对对对，建议就是不要冷藏，建议冷冻。好，谢谢。